任容萱增广见闻，鸡兔男尬以老爸款情人。我妈妈一直说完蛋了，会不会嫁不出去？我说你女儿没有很老好吗？好，快给我男主角踹供啊！任容萱呢，日前被俩爆跟白白男友堂堂的弟弟，身材有练过点点硬起来的唐正约会。论麻卖黄肉啦，血气方刚的唐正其实是个正人君子哦，看手很安分的，连搭个顺风车都很 gentleman。 今天任容萱替品牌站台，自己来解释你们是啥关系吧。没有恋情啊，怎么见光死？被拍之后还是就是正常互动。对啊，有啊，有讯息的联络，关心彼此这样子。当下我跟就是对方就是说一声就是抱歉，因为他不是圈内的人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不知道他的过去就是工作的经验这一块，我反而是看到新闻才知道。因为没有聊到这一块，不排斥发展。急不得啊，这种东西不知道，多认识一些人，增广见闻。至于姐姐 Selina 不担心，只问了这个问题。哎呦，去那个这么热闹的地方啊。唐正啊，想要拔到任容萱，要向这个人看齐哦。像爸爸，一定要的。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，很好的爸爸，很好的老公。苹果娱乐 Online 哦，很好的老公可能要问我妈妈。巴导。苹果爆料拿奖第三周冠军出炉，近100万人次争赌，直击裸男满身血，女皇喊救命！恭喜万小姐夺得奖金20万元，多几部特别奖，玩命国光司机看手机3分钟60次。恭喜读者台中李小姐夺得编辑部特别奖，奖金10万元。爆料的大奖活动即将截止，月冠军大奖200万等着你。